这不是几十年的老牌子，你说能够这样屹立不摇吗？人家小心小心。奉天行乞，因为我们奉天行乞，所以我们丰衣足食。我们商品都出来了，没错。总销售额如果没有突破50万。纳豆直接砍头，哎，是不错哎，好，拿走了，收了收了，哎，这个，哎，坤达哥都没有拿到毛巾，像什么样？完了，刚刚那一条大卖了，刚要洗完澡擦干才会大卖。我刚刚不是也拿一条吗？你这条怎么没有评价？对啊，黄袍加身 ，OK 了 OK 了，哇，台哥你这样好像一个明星哦，哎呦哎呦。哎、欸，杨立邦，你这个很实用哎、欸，打给我上去更像一个明星，这个配色想不想得起来？哇，很像蔡哥哎、欸，蔡哥都这样哎、欸，多层次穿搭，好像蔡哥，再搭一个小毛巾，他很喜欢吹着，然后来哦，来来好，现在线上几个人？哦，两个好，那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哦。现在在模仿蔡哥直播吗？哦，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。现在几个人？一个人哦，越来越少，没有关系。但是哦，等一下关于直播的部分啊、哦，大家要进来哦，来等一下哦，来来来来来，多少人？啊，过了两个钟头还没有人哦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上次我约泱泱啊，泱泱啊，理都不理我，没问题。哎、欸，你不要，不要把真的事情讲出来了，哦、害我、哦、很尴尬。因为我不好意思再约了，那台哥是鼓励我说尽量再约他。觉得网友现在这个提议很好，泱的粉是泱苗嘛，温泉蛋，坤南哥是昆布嘛，他帮台哥取了一个，说你以后你的粉丝叫小蝌蚪。为什么？给你挖完呐、啊！小蝌蚪的部分哦，可以可以啊、哦，可以可以。为什么啊？因为像阿公啊，他蝌蚪的数目啊，越来越多啊、哦，是不是很好很好啊？蝌蚪最后会变青蛙哦，种植不重量，但是青蛙不会再变回蝌蚪了哦，它是一个循环，它是化学变化哦，没有办法变，只有物理变化才变得回去，没有办法还原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多少人啊、哦？多少人啊、哦？三个人，不要再学了，太久了，太久了，太久了。坤达哥手上的鼠蛙菇糖，抽到这个版本的人请。媳妇出自于偶像之手。哦，找到猫的人请 take 个棍子，棍子 take 个棍子。